飞机上空姐的内心活动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哎，你看那空姐长得多好看，身材也好，真羡慕。你羡慕她干啥呀？穿成花瓶，你就吃青春饭的。跟你有啥关系呀？你别那么说，他们挑着可严了，一般人还当不上呢。谁好意干这玩意儿？不就空中服务员吗？少壮不努力，空中倒雪碧。你说别人坏话的时候能不能背点人啊，大哥？我能听着。你再说，他们都小时候不好好学习的，拿不出正经学历，你顶大天大专，一般都中专。你是不是没完了？大专怎么了？中专怎么了？靠自己努力赚钱怎么了？你是干什么的？你什么学历啊？下头！哎，你咋说话呢？有没有素质啊？什么素质啊？我一个花瓶，我要什么素质啊？我一个吃青春饭的，我要什么素质啊？自从我没了素质之后，我整个人都好了。哎，我投诉你啊！投诉去吧，在飞机上遇到你这种大傻就忍了，在电梯里你还投诉我？欢迎乘机，欢迎乘机，哎呀，这是不是刚才那个怼我的没素质花瓶？嗯，是。哎，你别那么说话，你这也太媚了，他咋就坐这班飞机呢？欢迎乘机。你我坐哪儿都行啊，你随便坐吧啊，想吃啥自己。哎，你小点声呗。你放吧，你真烦人，烦啥呀？刚买好，这小姑娘心眼就是。女士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还得拿下。惹她干啥呀？先生你好，请您戴上耳机，咱们是静音机舱。我吵你了。哎呦，我真服了你。该。你是不是没事闲的黑屏了？别生气，用我这个吧。刚才转转买的二手 iPad 24才2000，我比新机便宜2000多呢。真看不出是二手的。对呀，转转是一个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每台都有真人检测，上面的二手手机也很不错。强烈推荐买二手就买官方验过的。好。哎，我在飞机上是不是能投诉你了？投诉投诉，你就会投诉。先生是哪里让您不满意了呢？哪儿哪儿都不满意。挺大个老爷们真记仇啊！你咋不说话了呢？你刚才那劲儿呢？这活我真不想干了，破罐子破摔吧。飞机上空姐的内心活动。你好，欢迎乘机。头等舱今天2A有人，这个2B位置好像没有人呢。女士，我能看一下您的登机牌吗？等一会儿，正在忙。你忙啥呀？忙着拍照，忙着修图。哎，好的。你靠点边，我拍到你了，不好看。真服了，又来一个蹭头等舱的假名媛。女士，这是2B位置，您的12B位置在后面，我带您过去。不是，你咋骂人呢？12什么12什么的，我投诉你啊！小样，跟我装傻是吧？没有，女士，这个位置的编号就是2B，您的位置是12B，请您对号入座。哎呀。哎，我心脏突然不舒服，哎呀，演上了哈。女士很不舒服吗？啊，你不能动了是吗？啊，说话都费劲了，让我坐着歇会就行。很严重是吗？哎，是现在动不了了。好的好的，您坐，我来想办法啊。快快快，这位女士来，担架快过来，来，快快快，就她动不了了，快快快，我没事了，哎，我好了好了，哎哎喂，太太，哎，我没事了，慢点啊，注意安全。小样，治不了你了。你看我下飞机投不投诉你？哎，你就给我换个位置呗，旁边那男的身上有味儿。你有病啊？嗯，对。哎，你家那孩子能不吵了？妈妈一到了，闹挺死了。人家孩子多安静啊，哪有你能闹啊？少说两句话吧。真厉害呀，这一圈没有不烦你的。刚才就因为你飞机都延误了，我真倒霉。工作找一个月没回信，本来就闹挺，坐飞机还遇到你这种人。找工作可以上58同城，工作超多，行政、文员、销售，这么多，月薪8000以上，五险一金的。工作划得划不完，一个电话就搞定，转天就能上班。现在找工作人多，你快去看看，58上还能租房，特便宜。谢谢啊，你赶紧给我换个位置吧，我坐这喘不来气儿。嗯，哎，对，又用不着担架那种啊。您就是想升舱是吧？我没说啊。好，我给你升啊！您跟我来，早这么整不就完事儿了啊？女士，不是这个位置，这边请。后面经济舱，这不就是头等舱了吗？那个位置配不上您，给您升到这儿。机长，麻烦让一下。您坐这儿，驾驶舱。如何整顿职场显眼包？咱们公司3000米跑即将开始，前3名都有奖金，1800和600。谁也不好使，这1000我必须拿到手。王总真没想到您平时工作那么忙，还热爱运动，第一非您莫属了，是不是小莲？臭显眼包，我不管那个啊，我必须挣这1000块钱。预备，你干啥呀？让王总先跑，你有病啊！起来，王总跑得也太快了，王总身强体壮，王总威力无边。这白小莲情商太低了，要拿第一呀，这是，我得拦着她。显眼包没憋好屁。还不是我背。猫猫，你是第一，王总第二。这600块钱挣得多好啊，谁也不得罪。猫猫跑得行啊。不是王总，你听我解释，你跑得真挺快，但我那个我没刹住车。
今天公司团建，王总特意选在了办公室，订了很多大家爱吃的。嗯，咱们一起敬王总一杯吧，感谢王总贴心，创造这么好的机会。臭线包咋那么能显呢？最不爱和领导喝酒了，拿饮料糊弄一下得了。白小莲，你拿的饮料，我今天吃药我都干了。吃药就别喝了。王总，我吃的是解酒药，就为了跟您喝的尽兴。哎就你这点小酒量，你看我干不干你？猫猫，咱俩感谢一下王总的栽培呗。好呀，干！还得感谢马姐的照顾。干！咱俩平时坐对面都是缘分。干！哎呀，不能喝，别喝了。哎呀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闭嘴！你老曾，你马屁精！这是喝多了，快快送回家去。老弟，哎呀，王总，我叫一声老弟，你敢答应吗？今天你这点小酒水，小怕菜。职场中的显眼包，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，王总出差签了个大单，一会儿就落地哈尔滨了。姐真好，鼓掌啊！老板签单你也不挣提成，给你激动够呛，你个显眼包。我的想法是做一个简单的庆功仪式，大家有什么想法吗？姐，我有个想法，咱们出两个女员工，王总一回来咱们跳那个啦啦队的舞蹈，给王总个惊喜。哎，这个主意不错。不错啥呀，男老板回来女员工给跳舞，这是正经公司吗？刚好姐，小莲上学的时候是礼仪队的，虽然我不怎么会，但我特别想参加，我们俩一起吧。你个臭显眼包，你老扯着我干啥呀？行吗小莲？丢死人了，我一点也不想跳。那试试吧。哎，你说咱俩跳什么动作呀？你个显眼包，你要跳的你问我啥动作呀？哎，先说好，那种擦边的我可不行啊。擦你边啊，你够搁擦边吗？那咱俩先这样摆个造型，之后黏黏哒哒出来。妈妈，不行不行，这太丢人了，这动作我哎真手你嫌丢人了，你个大傻逼，刚才显眼包的时候你寻思啥了？这动作是这样的吗？哎呀哎呀，爸划着手了。哎呀没事吧，划哪儿了？哎，太疼了，出血了。哎呀不行，我得包扎一下。我搁哪儿？哎哪儿不这啊，我这儿了。哎呀哎，这得快点包扎了，要不一会儿伤口愈合了。哎呀妈，真疼啊。哎呀猫猫怎么了这是啊？姐，我刚才练舞蹈的时候不小心滑到了，可能我最近工作太多没怎么运动。这显眼包他能有啥事儿啊？他那伤口刚才自己都没找着。让我们欢迎王总凯旋。错。今天这人算是丢到家了。职场中的显眼包，最近大家是不是工作忙不过来，再给你们招两个助理啊？哦，松口气，这领导终于干点人事儿。马姐有必要吗？我觉得最近工作强度还可以啊。你个臭显眼包，你是不是虎？一个月挣3000来块钱，你装啥呀？那也行。哎，一会儿找两个搬运师傅，会议室新买的椅子到了，那还找啥搬运工啊？姐还那钱，正好午休，我们下去吃饭的时候顺带搬上来了。这显眼包你顺带吧，我得走了。哎，小莲你等会儿走，大家一起搬椅子，你有事儿啊？有事就忙自己的，没事啊，我没事姐，那个我恨活着急搬椅子。你个显眼包。哎呀，这椅子真沉呢、啊、小莲你那沉吗？你都觉得沉我能不沉吗？都给我压成啥样了。哎，我写字楼这活干完了，你等会儿再说吧，电梯里呢。老妹儿，你俩也干立功的啊？大哥，你啥眼神看我是干立功的呀？哪有立功穿裙子高跟鞋的呀？我是 office lady。现在工作是不好找，但女的干这活确实挺不容易。大哥，你少说两句吧，本来就闹心，我也不想干，主要是对面有个显眼包。也行，卖卖力气呗，吃点苦，一个月10000来块钱，不也挺好的吗？大哥，你怎么能当上立功啊？我现在一月才3000多。这显眼包拿红包干什么呀？公司谁结婚？没听到信儿啊。哎马姐怎么了？猫猫那么大事怎么不说呢？我看你发朋友圈了。啥大事啊？马姐二婚了？我去，不能是这事儿吧？外甥过生日太离谱了。小外甥过生日你咋没说呢？那孩子一看就聪明。我去，还真没是这事儿。这200块钱给孩子的你不能要。哎别自我姐，这不都咱们外甥吗？你就那么缺外甥吗？你个显眼包，你当着大家面给我们给不给呀？姐我也转了200。哎呀姐恭喜啊！恭喜你姐，我也给你转200，恭喜啊！不是他有病吧？